呈现 U 的表述嘛。其实我觉得是很白痴的题目哦，可是好像有时候越白痴的题目，大家越吵越，大家越聊越热闹。就是它叫做 What hurt you most in Pearl？ 什么题目 ？What hurt you most in Pearl？ 好，关于这个我有一个现成的答案。没有，我们下次再来讨论就好了。可以直接听吗？好，就是你可以有很多东西，就是因为它变数有各种级别啦，然后所以说那个其实你就算说名字长得一样，可是它实际上它就是不同的东西。哦，聪明，可是我觉得很好玩哦。可是看别人的扣的时候，就会不小心中招。哎，我们下次我们来的，我们就一个人想一个人想说自己觉得会有哪个东西对你来讲最讨厌。What hurt you most in Pearl 这样子，然后大家出来，大家上来选一下。然后辉煌。其实是很白痴的题目，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在 Pearl Otter 里面讨论的非常热，一堆大咖都搅进去讨论。我觉得这个题目真的很好。我们讨论什么东西 ？What hurt you most in Pearl？ 当然是 Encoding Upgrade 啊。没关系，我们下次可以一起来讨论这样子。那、啊、下个月的聚会，我们还是一样，第一个礼拜六吗？还是会不到第二个礼拜六？时间的话是第一个礼拜六没空。第一个礼拜六是哦，一号，我想没有空，那我还是二号好了。一号大家是不可能有空，那就1月8号哦。OK， 那下次聚会的时候就1月8号。那地点的话，还是这边上大学的。我没有意见哦，刚才是故意开玩笑的。刚才说什么？刚才是故意开玩笑，我没有意见。如果大家觉得这边不错，也可以啊。我以为是在楼下，我以为是楼下是用另外一层。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是有推荐的地方？
再看一看。因为他的不是说台大店，我们可以证明对啊，台大店。你们什么台大店？对，要上台大店。台大店是不是？可是我们可以证明这里就是只能花个一两个礼拜时间看一下其他地方。哦，好啊，那我看看台大店。对，因为台大店都是低消费的，这里其实是很紧。结果吗？近一点点，差不多吧，还在远台大。哎，那边有卖酒，就是刚才是下午茶店。哦，好啊，那这个好啊，那就暂时这个样子，还是我们就直接暂定在台大店。然后我再去定位，万一台大店那边不行，我再想办法。OK， 好，那我们下次就暂定在台大店好了，然后。OK， 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是自由聊天时间。OK， 那谢谢阿忠，今天最辛苦的是阿忠。